由于我们的在全球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快速扩张，我们的 CDN 的业务也在快速的扩张。今天我们在全球已经有将近1300个 CDN 加速节点。今天对于 Gartner 的全球的 CDN 市场调研报告，阿里云的 CDN 已经被评为全球级的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商。那同时有了这样的带宽的能力，其实我们也非常高兴，今天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见证全球首个基于 8K 视频传输的解决方案。大家来看大家左边的这个屏幕，这个屏幕上面是我们现在在1300公里以外传输回来的，在阿里巴巴园区里面传输回来的一个图像视频，它是基于 8K 的，特别是在近距离的同学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8K 的清晰度。 8K 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看到你的汗毛，近距离可以看到汗毛。今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阿里巴巴吉祥物它的一些精致的一些画面展现给大家。我相信啊，在未来阿里就是人类本身对那个生活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对特别是在 5G 时代来临的时候， 8K 会成为一个被标准的视频传输的一个协议，一个质量。